床的男人都要我挑过，不是你这种随便就可以上来的。我跟你睡觉啊。你睡觉啊？不要啦，你我真的不行啦。这个平常没有穿小可爱是很性感，我在家里都这样。这一家吗？对，这一家。熟门熟路了。你确定？请问是哪一把？你不是熟门熟路，这一把他。我听到爸说了。哇，大妈！耶，熟悉的感觉。而且我上次来，大妈煮饭超好吃。上次是满汉全席。我就当自己家喽。接下来格局跟上次那个去谁家庆生很像，兰兰家，兰兰家很像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是租的啊。这边是他的那个记录照，搞得好像真的是我家一样。然后是他的沙发。你来过好几次了吗？我来过啊。你们不是一颗懒蛋吗？一懒蛋，一懒蛋。哦，我们是一根独秀。我上次只有待在客厅的部分。这边的是他的储藏间。哇塞！我跟林丹录节目，他只要一穿蹦迪，有如神助。他超多零食的哎，那是狮子精。超饿到，哎，超饿。哎，有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姜母鸭哎、欸。光喝可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在收收人家的东西。哇、哦欸，有水饺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煮啊？你水饺就很简单，就真的煮到浮起来就好了。闺房的部分，这里。哇，我第一次进来蛋的房间，他有洁癖吗？没有。有一些人会不喜欢什么没洗澡就上人家的床，对，我就是这样没品，好累哦。然后他直播都在那边直播，是他的直播小平台 ，yes， 林丹的直播小天地，江江。蛋妈还有带过男人回来睡吗？不是，我有不该问的秘密，因为蛋妈刚刚犹豫了一下。放松有的话就放松，默认有没有？默认了。有人来了吗？我每次带回来都这样讲。来了，来了。轩，爸松，我想你了，爸松。妈妈回来了。以轩，我今天跌倒了，姐妹很担心你耶。轩，你还好吗？你谁呀、啊？蛋呢、啊？那你什么时候有胡子啊？最近忘雷射啊，忙到没雷射啊。哇，蹦迪蹦起来啊。先吃饭啊。好啊。妈，今天有鸡吗？妈。等一下，蛋不会莲花子。不错，终于。哎，你不要伤害开，我看到你的小啾啾了。小啾啾啊，魔人啾啾啊。让黄安吃饭哦。一直吃到毛，就说男生要去除毛没？啊呸！对啊，害我们要去呸！讨厌。这个等一下要帮他那个洗了，来抽掉。哥，你不要滚！我不是啊，我要从没跳进去。你不要把人家的衣服撑破。你怎么穿得下？我是可爱又可坏的培根，好吗？啊，你平常是跟我最好吗？你在团里是跟谁最好啊？好像也没有特别，就几个啦，像你啊、慕言啊、菲菲啊、陈一啊。但是我跟你是最近越来越熟，我觉得。因为我们以前不熟啊。我觉得你今年真的长大很多哎。我讲这么感性的话，就自然是看着你，我觉得好荒谬。有什么话就对我讲啊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就是以前的蛋真的比较小孩，但他现在是真的有让我看到他成长，然后跟很坚强，还有为人着想。就是今年我真的觉得他特别不一样。突然这样，我觉得好感动哦。所以我以前是比较任性吗？也不是任性，但就是比较会想到自己而已，就自己想干嘛就干嘛。哦，对，真情流露，我好感动啊。以轩，对不起。衣服是干净的，但身体不干净。你袜子要不要脱啊？等一下，这样整个坏掉了。不然帮我找我们宇轩的袜子。宇轩，不用找了。啊！看你的脚真的太恶心了，宇轩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有个新学妹啊，真香，一进来，我们所有的压力好大哦。你有压力？
他叫艾文呢。我认真讲，我角度切换一下，就如果有很强的学妹进来，学姐会觉得有压力吗？我觉得之前有，现在好像还好。但凌香是真的很厉害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各自领域不一样啊。但是看到学妹这么强，自己真的会觉得哇，不能输。所以反而提醒自己不要输哎，不会说看到学妹这么强输，干你鸡巴，操你妈的白痴，操你妈的老娘他妈在球场站那么久了，放强尾位置，操你妈臭三八，操他妈的，不小心去国外吸，不在台湾吸嘛，都阴性的。强强没有要来，对，走秀来。五六七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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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吃饱了，宇轩，你今天洗澡了吗？还没啊，刚回来。嗯，我们一起洗啊。啊？我们全都一起洗，忘记了？哪有？有啊。我们在外面外景的时候，房间都不够，我们都一起洗啊。也不是跟你啊。不是啦，你喝醉啦。我们一起洗澡吧。我不要啊。那不要洗澡好了，那一起睡觉啊。嗯。一起睡觉啊。不要啦，你我真的不行啦。教我一些应援的，宇轩。我们今年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叫做海盗，然后他动作是这样子，脚要前后前后这样，然后手要这样。五六七八，嘿，海盗，然后变，对对对，然后会一直这样，又会波涛汹涌。电话，电话哪里的电话？我的，我听到我电话声了，林蛋哎。哎、欸、喂，介绍一个男性朋友给你认识。叫天天，哎、欸，他穿我的衣服，觉得这件适合我吗？你给我脱下来。认真羞，他脸超干，有感受到怨气。而且他刚刚直接上你的床了，他上我的床，给我回去。而且我床的男人都要我挑过，不是你这种随便就可以上来的。你来看一下他这样可不可以？因为他今天其实蛮性感的。他的四角裤。裤子是我的吗？对，你的裤子。那件是新的，我还没穿过。快给掉！尖叫声嘞！大耶！哎，快点啊你！哎，我们这里有来。真的性感，我跳的。尖叫声嘞！你看看到啥？别听东西。等一下，我是怪你啦。自冒痴汉摄影师是不是？哎，到底什么？要正品的吗？这边呢？感谢宇轩家的水饺，我现在帮你洗碗喽。我真的很佩服宇轩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，其实很累。叮当叮当，时间到了，我到十一点了，再来看一下，10:59，时间到十一点还剩一分钟，有要再加台吗？不用。有空吗？怎么样？没，可以走了。确定哦。现在框有优惠哦，宇轩，再框一小时多少？100块，太便宜了吧？毕竟你也知道，大家都辛苦人嘛。不要好了，赚钱好辛苦。确定，宇轩，确定，我才收工。哇！天哪，累死了。忙了一整天，终于可以好好的卸妆了。舒服舒服，卸妆就是舒服，我很喜欢卸下来那一刻，终于可以放松。OK， 好，那就先到这啦。我待会呢就看一下宇轩有没有什么性感睡衣穿一下，然后明天早上再跟他会合。拜拜。我要去洗澡了。那你有浴巾吗？没有，我就只有带我的睡衣。给你一个隐藏版的内衣。隐藏版的内衣，浴巾，这啥？让我看一下。我就要用它来擦我的身体。胸部在这里吗？洗澡了。好了，等一下去外面等我，我洗香香出来找你。好。洗完澡好开心。来敷个面膜。最近呢，就是找一些事情让自己转移注意力，因为毕竟我刚刚才办完爸爸的告别式。我觉得很难走出来吧，因为曾经是最爱的、最亲的那一位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就是一样，想要继续带给大家欢乐，然后继续做我的表演。所以大家如果没事的话，欢迎常常看我的影片，还有反骨的影片，或是来球场看我这样子，或者是可以跟我买2022年的桌历，觉得很值得购入，因为是第一次大尺度。
所以这个叫做睡前跟大家小分享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身边的任何一个人，所以我会努力好好的打起精神来，然后继续带欢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影片啊，真是太舒服了，来躺一下以轩的床啊。那我今天就先到这咯，我只剩五个小时可以睡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嗨，我洗完澡了，今天带的睡衣不是性感的那种，可是我自己觉得这很舒服，这个平常没有穿小可爱是很性感，我在家里都这样。你在干嘛？这个呢是蛮推荐给大家的，有颗粒的按摩棒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这样滚，这样你的腿就会很放松，而且你睡前滚然后再抬个脚，隔天脚就会很细，所以蛮推荐给大家的。然后今天来蛋这边，其实我有蛮多话想要跟蛋说的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，所以想跟他说，就是累了的话就休息，难过的话就哭，反正我们都在。然后我真的觉得他今年成长很多，然后希望林淡妮你可以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红，然后赶快赚钱买一个大房子。虽然蛋爸可能已经离开了，但是我相信你买一个房子之后，蛋妈住进去，然后蛋爸一样也会守在你们身边保佑你们。加油哦，林淡，我爱你哦。好啦，我要睡了，大家晚安哦，早点休息。拜。早安。有睡饱哎，你也知道我很累，可是我现在是精神百倍，太夸张了。然后现在已经是快6:30了，我们要准备回去找林淡，顺便去买个早餐给他。好啦，走，我们出发吧。因为刚刚打给他没接，该不会还在睡吧？赖床的小坏坏。哎，锁门啊！锁门一整晚都没锁啊！操，心痛。好扯哦，还没关灯，电费要先找他付100块。我没锁门哦，差点被失声了。这我一进来，哦，林淡，你看，哎呀，失声，哎，我睡死掉哎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你的小贝贝是这样变印第安人的？我们才睡4小时，你几点睡？我2点多哎，怎么声音变成？好，那我们去早餐那个桌子那边等你。你不是林淡，你是谁？这个假发都不拿掉。啊，等我啊，梳洗一下。啊，那觉得住我家如何？首先就是先吃到蛋妈煮的菜，家常菜。因为我没有住家里很久了，所以昨天吃到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感动，因为有家人在很幸福。因为我现在我阿妈也没办法煮菜了，那阿婆已经走了。对啊，好看，我好幸福哦。你真的很幸福。那我要跟你讲，就是你要常常回家吃饭跟妈妈聊天。我很常，我现在每天回家就是要跟妈妈聊天。对，你真的跟她聊天吗？大概小聊一下，就问你说你有没有带男人回家。你妈语塞哎，到底要不要讲？只有孙生来过好吗？就是昨天有吃完那个鸡吗？没有，他昨天还跟你妈说那个鸡很柴。因为是另外一间，他真的没水准，真的很好笑。对，然后就是很开心啦。啊，你觉得我家怎么样？你知道我们昨天4个人在这里，然后他们说好难走路、哪里很难走路？没有，因为他们男生比较高大一点。对，然后这里啦，就是可能已经就挤满了，然后我就一直笑。然后我昨天一回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把这里当自己家，说哎，那个冰箱我都是。OK 啦，够熟可以。